看陈小春因彩儿回农村，再看李湘王岳伦回农村，网友直呼差距太大。逢年过节，很多明星夫妻也会回到农村老家和亲人团聚。细节中能看出明星夫妻间的差距。图为英彩陈小春夫妻回农村老家。图为两人刚结婚不久，跟住陈小春回家的英彩儿表现得落落大方，穿衣打扮也非常接地气，很快与村民热聊起来。难怪夫妻俩这么受欢迎。文章马伊琍两口子回老家，马伊琍不管是妆容还是打扮都很随性。文章直接抛开偶像包袱，在牌桌上忙开了。高圆圆赵又廷回老家。相当有爱接地气的两口子。李湘王岳伦回乡祭祖，李湘全程墨镜很少摘下来。吃饭时李湘不摘墨镜，据说也没动碗筷。参考来源